这只现在就是，我做买，我做，而且吼买电视这只楼啊，啊这只楼啊呢，就是讲倒转来，咱有较慢古就挂啦吼，变成迄尾也有较尖啊。开始吼，拢参加游轮牧场。我虽然说都有无当吼，迄个游轮牧场的记录啊。啊，恁游轮牧场吼，虽讲倒转来，唔是一般的人讲啊，凊彩好好的，即个农委会啦、行政院啦，吼啊，或者迄个农企所啦，吼啊，规个国际单位啊来勘察，吼啊，结果咱的场就是那个卫生有较好，通风有较好，啊，变成吼咱游轮牧场唔再合格。哦，啊，即卖讲咧，咱的路啊，恁进就是讲，我即场是咱台湾的水路，啊，咱台湾的路啊呢，都有台湾水路交台湾梅花路两项路啊呢，咱台湾的独特种啦。路啊的习性就是讲，伊路啊一个洁癖啦，吼、哦，你的料伊的料槽啊，你一粒路啊屎，啊是一粒鸟屎啊屎，啊是一粒鸟啊屎，伊即湖的迄、那个即卡伊的料吼、哦，完全拢无解吃。你无去这粒屎吼，外来的屎你无去啊拎起来，伊甘愿枵死，伊就袂愿食。吼、哦、啊，变成讲说是落头啊，我嘛唔知影。啊，尾啊，拢一起去请教农友，讲啊，我落啊那一直唔食。尾啊，就是讲啊，安尼你的槽啊，吼、哦，你的尿槽啊，有落啊屎是尿屎的屎，你槽啊的尿屎的屎，哎，或者落啊屎，你甲拎起来伊就食。吼、哦，结果吼、哦，我倒来看看啊，枵死，佫真正有落啊屎，甲拎起来伊就食啦安尼。我嘛足注重伊卫生爱凉，你想哦，伊后壁你落啊，你卫生无好吼，伊身躯有夹着落啊屎，伊安尼会加汗毛伊就加起来。啊，所以讲恁变成咱每日清洗系六条，大家吼六条拢爱做办清洁，清洗伊的身躯拢爱加洗加做办清洁安尼。鹿茸厂呢，六场呢，都经过咱的兽医呢，还有咱们那个养护协会呢，还有我们。中央畜产会评鉴合格的优秀鹿茸厂哦，要经过检验，是不是 TB 的讲肺结核病？龙啊，人畜共同变薄，薄加也晒，好、哦，将检验合格的鹿茸。那外国进口呢，它是没有这个的，因为鹿茸另外讲呢是当作它是多余的，哦，伊唔是化黑，啊，所以讲咱台湾人爱食鹿茸，做进口呢，先拿进口来去买，啊，就别人雕刻啊，雕刻别人就多啦。有些人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台湾呢，家底人呢，唔知影进口台湾怎么样分啦，哦，我咪故讲第一点讲，台湾大概呢养最多的，以南岛第一，第二对，咱南台南，为什么这块讲呢？以南岛伊是集中在国县，但咧台南呢，分散在嘉义、七股、学甲、哦北门，啊，到咱安阳、六阳，哦，这种是分散的。所以说，咱市政府要推动的产业呢，不容易啊。来，搞田好，要去抓地不？还有力气、哦。哎哎，悬空的摩托车都放不了。那个摩托车怎么？摩托车好停。哎，我们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来，大哥，来，拜拜。来，他没听你。好，带回家。回家，来了是吗？要看品种，要看那个品质，要看地底下。来，来。先拍一张这个妹，他们可看得清。来，有奖征答。查收起来有多重？好嘞，一百两。好嘞，要拍我当。八了。无。啊，十斤啊呢？无。无啊。无。
要八尿啊。八二条，八二条，八二条贵呀，八二条贵，是也当做。我进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阿进伯，阿进伯，阿进伯，进。来，好，站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阿爸，你怎么不见了？还割下来。你说我不会，我被狗咬了。现在进来，阿进伯，进来。阿进伯，进来，阿进伯，进来。我这个就不要了。啊，这个叶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，来。叶生。用公斤啊！咱等下啦，要翕翕相啦，吼，咱诶，吼，付出侪压，啊，咱大家翕安尼啦，吼，安尼。来，你来睇下，吼，你再翕相一下。来。你骑两支发到低位咧。来。啊，再低了，再低了。对。好，你再扬，再扬。好。因为吼，这个血不能放在这里。不能拿这啊。对。鹿茸，并且跌不能。山火朝下，对了，就这样，他都是有理论上问题，他都是没兴趣，安尼样，还要不错，过来，后来，过来，谁过来？哈哈哈，这样子，那会水，就完啦，卖炸了，对，你是好兵啊，你站起来，来，站起来，站啦。我用金就分啦，金分啦，金分唔着，佫先处理好单，哎，砍数，哎，爱砍数单，啊，大部拢泡酒了啦。但阮泡酒是啊，无啦，有啦，你若迄，我嘛有，我嘛是有，即只泡酒后壁就煮着烟粉。哦，啊泡拢泡够了无吧？无，袂使，咱嘛泡酒有程序的问题，所以啊，鹿茸都搁掺酒料着对啦。对，鹿茸它本身一般在泡酒啊，已经有程序的，不然你泡出来的酒不好喝，又没有经济价值，怎么就把鹿茸的精华全部破坏掉？